Monsieur.我不是被挟持了吗？那也就是三天前的事了。你刚刚叫什么？ 你的伤怎么样了？难以疼痛。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 梁晨，梁晨，你终于醒了。西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一直没有醒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有事情想问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？ 这里太冷了，回屋再说。你刚醒。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梁晨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西鸠，谢谢你三年前救了我。 若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想问问你，三年前你发现我的时候，我的心口就是这里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扎在这儿？被什么东西扎着？没有，你心口的伤很奇怪。 并非寻常利器，我也一直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被何物所伤？难道连理智那个时候就消散了？如果连理智真的没了，他拿什么辅佐神术？梁晨，我怎么觉着你与之前有一些不一样？只是历经这一遭，再醒来。 有种恍若隔世感。快点信。 你怎么一个人在幻药？你来做什么？干嘛？我来帮你幻药啊。不必。
我只是想帮你。你不是来找风渊的吗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不光是来看他的，我也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来向你道歉，先前是我鲁莽、愚钝，见识浅薄。贺连兄，今日我便以茶代酒，向你赔罪。日后若有需要本世子出力的地方，本世子必定赴汤蹈火。风渊是我的妻子，救她本是理所当然。不只是因为良辰，还因为你不计前嫌，不分族群，以命相救我朔云族人。他们祖上本就是我临川族人，也算是有临川血统，救他们也算是理所应当。那为何我们两族后来就没有通婚了？临川族人喜食生腥，在外族人眼中一向怪异，仅凭这一点习性不同，就惹出不少祸事。通婚之后，但凡朔云出现命案，都会与我临川族人挂上干系。后来父祖便停止了与外族人的联姻。世人浅薄偏见，却道他爱的显吧，看来我也是这世人之一。对了，那些族人怎么样？可能是因为被困的环境比较恶劣，伤口感染。李光美虽然在全力救治，但有一人恐怕难挨过今夜。你带我去看看。贺连兄，你有办法？兴许能试试。这是什么？临川神树树心，永夜。原来树心并无复生之效，那我的复生只能是因为炼力之。但若阿渊用了炼力之，他为何还能活着？贺连兄有心相救，惜救不胜感激。罢了，顺应天命吧。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身为临川少主，却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护我们族人。若是当初大军同意出兵相助，临川也不会。大军不愿出兵相助是何意？你是说，临川少主自刎心头血救了他们？是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世子。您当年身负重伤流落临川，可临川不仅以最珍贵的药物相救，还派人护送您回朔云。可临川被永昭入侵，陷入绝境的时候向您求助，您却不肯出兵。族人为哥哥义气英勇，您是对他们没有信心，还是怕了永昭这帮杂碎？
身为蜀云大君，自有我的理由。您的理由是本官死意，还是贪生怕死？放肆！为保蜀云，不忍是非。那是是非吗？那是灭族之战，临川全族因此消亡。临川全族的消亡和蜀云没有任何关系。本君可以被全天下所有的人指责忘恩负义，但不会让蜀云处于任何的险境。即便现在回到三年前，为父还会做出今天的选择。这就是您教我的大义凛然，这就是您教我的知恩图报。临川水深火热之中向您求救，您冷血漠视。贺连熙为了复苏临川向您求天机云盘，您充耳不闻。您若是怕使用天机云盘付出代价，您现在就教我，我来报恩弥补临川，所有代价我来承担。够了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你能承担什么？你去把他带了吧。想什么呢？秦僧说，这三年你无论在何地都喜欢待在高处，我想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。没什么。你是在想临川吗？只是无救，我却伤你如此之深。对，我在想林川，也在想你究竟在哪。你能不能再带我去一次神树的灵石之前？这一切果然是拜我所赐。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是自己上来的。少夫人，您快下来，您别害怕。就是啊，我没事。少夫人，您快下来吧，少夫人。你在看什么？
我在想，若是从前在这里看林川，是不是遥爱流雨，悠悠花香？只有连理智才能复活神术，良知却已不可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怎么了？那个鸟窝歪了，我给他放放好。丢了的那只耳环竟然在这里。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是灵石之境，所有的东西能抓得住，却带不走。我想试试看，你带我回去吧。原来失去的记忆就是那只丢失已久的耳环，即便找到，也还是一阵苦。何林溪，石榴花开是什么时候？按道理说，应该还有一个月。可惜临川南之渊的石榴花再也不会开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是不是想起了一切？没有，哪有那么容易。你是不是拿连理智救了我？我会努力想起连理智在哪儿的。我没有问你连理智在哪，我是在问你是不是拿连理智救了我。不能就这样告诉他，除非我找到其他复活神术的办法。何连溪，何连溪，你俩怎么总站着那不说话呀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要做什么？没事，已经快好了。哎，我父亲让你去见他，兴许你见到他之后，你想知道的一切就都会知道了。